要干嘛？我要帮儿子做炒饭。哇，好亮，好亮哦！好，我们先切肉丝，好不好？好。因为呢，这个要帮他切一半，再切一半哦。对，好好好，那再小一点哦。好，这样子。这个故事的开始呢，是因为呢，我们本来要去买那个炒饭，然后呢，妈妈买炒饭，当时我说：“哎，妈妈，不要买，我来炒。”对，嗯，你知道我很会炒饭，你也会炒饭，对，你懂的。笑什么？你这样笑很尴尬哦。啊，对对，爸爸很会炒饭，我先把炒给你看。我们家做不一样了，番茄蛋炒饭。小朋友最爱的番茄蛋炒饭。是的，先把我喜欢的东西拿下来。对，哇，现在多了上面这个灯啊！我打开柜子，我觉得柜子怎么那么亮，你知道吗？你不会觉得柜子也很脏？还 OK， 我上次有清过。因为这都放些就是调味料干货的柜子，所以它还是要整理整理这样子。好了，我们首先来打个蛋，好吗？专业的就是一手打蛋，有没有？感觉很厉害。然后，哎，叉子呢？拿着叉子。一小小的盐。小小的盐呢？打开柜子我还是不习惯，太亮了。这是我们家就是有了这个改造厨房，改造又改造厨房，简易的改造厨房之后呢，首次料理给大家看，这样子有没有很亮？上下都亮，有没有？完美，差不多了哈。啊，开火。哎，阿妹不要踢。小肉丝哦，因为我的饭只有这样而已。太轻了，搬不起来。来加饭啊！来吧。我炒饭的，我个人觉得炒饭的诀窍就是剁它，要把它剁散、剁开，好，这样才会炒出粒粒分明这样。怕要拿其他东西，就是速度不够的时候，可以加一点点，就是把它火弄到小火这样子。好，来一点酱油，这是蛋酱油啦，这一次还好。对。天哪，加点酱油炒就这么香了。他没看到，目不转睛。他想说这个饭是给我的。好了，
现在我们准备进入重头戏了，好不好？这是我小时候最爱的。番茄酱。谁小时候不爱？我也超爱吃那个茄汁炒饭。真的，我以前就是学生时代的时候，常去买一家那个炒饭啊，我就跟老板说：“老板，老板，番茄酱帮我加多一点。”你有这样经历吗？就是要求老板要番茄汁多一点这样？没有，我都是我妈会煮给我吃。哦，很棒啊！你知道我学生实在比较辛苦，就是晚上打工念书，然后呢半夜去买炒饭这样子。我的东西都妈妈会煮好给我吃，所以还好。在老公会煮啊？对啊。从你身上，我看到妈妈的影子。这么厉害。是。接下来就是把它炒干了。对。够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泡菜吃。那还好。小朋友最喜欢。无止境的甜，是不是？啊，再给。再给他一点。你先试吃一口嘛。以你蚂蚁的口味，我觉得很 OK 啊，我觉得很 OK。来来来，以你蚂蚁妈妈的口味，我觉得要再甜一点，还要再甜一点，因为它里面有点那个番茄的酸味，甜死你！不对，是我儿子，快点，儿子已经饿翻了。没问题。要来要来，要起锅了。好开心哦！不过我觉得我这样炒很漂亮，你不觉得吗？对不对？因为这个速度要很快，因为我才是用大火，虽然不像人家快速炉那种大火，但是如果不快一点的话，饭就会焦。但我快，就是要有焦香味。但是我大火的话，就是那个，你看饭菜就一直被炒干，有没有？这样，对啊，几乎都是一颗一颗的了，有没有？好了，差不多了。这是小碗，是不是？对，小碗碗。小碗碗，你不要用太多给他，先用一些给他。哦。对，这样他要分短期。好，先这样，然后配牛奶。好，这样。然后他等下宵夜还可以再吃。哦。好吧，请你拿去给儿子喽。好，等一下拿个汤匙给他。拿他的牛奶。他自己今天自己拿的鲜奶。少爷。少爷，来哦！谢谢。哎，来，快吃快吃，好，吃吃吃，好，嗯，哎呀，怎么那么肉麻了？谢谢。快吃快吃，来，先吃一口给我看看，看你表现的怎么样？很凉很凉，你试试看。好，来。小鸡蛋，来先小口，对，哎呀，哎呀，如何？好喝。真的吗？嗯。你不是敷衍我？嗯，不是。真的吗？那你知道敷衍是什么吗？知道。喜欢吗？喜欢。真的哦，我就说爸爸很会炒饭吧。嗯。是不是？好吧，那你今天要吃几碗？不知道，还不知道，那你先吃好不好？嗯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你自己今天自己选的牛奶，然后就是番茄蛋，这个叫番茄蛋炒饭，以后就番茄蛋炒饭配鲜奶，可以吗？番茄蛋炒饭加鲜奶。对，喜欢的话就跟我讲，我以后我就帮你做。啊。没问题。那你帮我跟各位朋友讲什么？不是阿妹，是对。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铃铛，记得把广告看完哦，拜拜。拜拜。记得吃炒菜哦。